互聯網已經嚟咗香港咧，係差唔多20年左右噶啦。咁所以我哋就搞呢一個叫做主辦呢一個叫激上香港互聯網大事件嘅活動咧，就係希望咧市民進一步去認識互聯網同埋 IT 業界嘅發展同埋對社會嘅影響。即係點解想多啲人去投票，就係想多啲人反省翻曾經經過嘅嘢。咁今次聽到一啲咁精彩嘅討論咧，其實已經係做到 part of 我哋希望帶出嘅信息。咁今次呢個大事件咧，希望引起大多啲人嘅關注。